今天是希尔的生日直播。嗨，大家好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是希尔的生日直播。耶、yeah. ！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主角好了，那个蛋糕啊。希尔的生日蛋糕。对，我们刚刚花了大概几个小时做，八个小时。噔噔噔噔。手做的肉蛋糕。厉害，鸡腿姐做的，耶、yeah, ！其实就是他们平常吃的东西，然后做成蛋糕的样子。希尔好幸福，很多人祝你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！大家看得出来这有什么吗？这边就是一颗水煮蛋嘛，然后花椰菜，然后红萝卜，然后鸡肉，这个很漂亮哎，这可以拿去卖了。这个一个应该可以卖个350吧？哦，可以哦。350，有人要买吗？350，现在下标。那我们就待会就来直接吃了。对，有人说你有拿肉干吗？肉干，对啊，没有，有，帮我拿一下。他去拿，他忘记了，还好有人提醒。帮我 hold 住。哇，秀的头拆下来了。那一根就好了吧？拿两根啊，很可爱哎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各位，我拿肉干过来了。没错，就是每次影片上出现的肉干。你要先赶快吃完，要先吃那个。没有，给我们知道一下肉干这件事情。来就这样好了，我在外面。你疯了吗？哦，对，我们今天要准备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就是蜡烛，这很屌，这爱心蜡烛哎，谁会用爱心蜡烛？然后火就点这个嘛，它这个会烧，就点那个蕊啊。这个是蕊，这是蕊啊，这不是棒子，红色才是蜡烛啊。哎，这个有个蕊啊，不是吗？所以它不是直接烧爱心？烧爱心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就是蕊不是吗？这个啊，白色这个。爱心干嘛的？啊，它是蜡烛啊，蜡烛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要生气。没事。希尔来劝架。我们在吵。不，你看很掉。完了，都发烧。各位，直播失控。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。我们现在来点那个蜡烛。点蜡烛，打火机呢 ？Nope， 在旁边。你看，希尔有肌肉都好啊，坐下。好，等一下，好，握手，好，坐下，先给你偷吃一点点好了。1 hour later， 好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呢要来用蛋糕啦。小一点，那先帮秀唱生日快乐歌。好可爱哦，你这样拍一张好，对，你这样拍个照。弟弟好无言。那我们来帮秀唱生日快乐，我们先唱生日快乐歌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生气不要生气了，你要温柔的唱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 ！Happy birthday！ Nope！ 唱太好了，这到底怎么莫名其妙？哥，我们要小声一点，秀才不会生气。要小声一点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What? 那现在先帮我们吹蜡烛。各位，我们现在点蜡烛啦。是点白色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应该是吧。我不太会用这种东西耶。我也不太会用这种。看，应该打理一点。怎么弄啊？还是打火机有问题？不用打火机。对不起，希尔想说要点多久？好，各位，我们终于要点蜡烛啦！我们终于要点了，这个嘛？对，可以了啦！生日快乐！哎，我没唱过了。生日快乐！啊，需要许愿，第一个愿望是什么？啊，他说希望今年可以咬爆我。希尔第一个愿望什么？
怎么变悲剧？好，弟弟刚刚大分歧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弟弟，其实弟弟很容易吃醋哎。对，最近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吧？对，因为刚刚我们都在跟弟弟希尔唱歌，因为我们帮希尔唱了两次生日快乐，弟弟爆气。好，各位，刚刚吵完架，休弟回来，那我们现在切蛋糕吧，耶！来，给吧，给吧。蛋也要一起切哦。蛋应该就不用一起切，那等一下再放他们的碗。电蛋里面。好，希望我们切蛋糕好不好？第一刀，哎，是要生日的人切吧？对啊，然后第二刀再换下一个生日的。好，那你要用他的手。希望借你的手好不好？蛋糕。耶，蛋糕。好，有点太硬了，太硬了。太硬了吧？这样。有蛮硬的。他们现在有点兄弟戏强，我们先不要强迫他们。好，切开了，变成这样。哇，好棒哦！粉碎的蛋糕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蛋糕分食给兄弟吃。收心吃饭。收心吃饭时间。好，那现在怎样？秀弟已经吃完蛋糕，那我们就开始和大家聊天吧，跟大家互动一下。弟现在超不爽的，怎么办？我们好像每次直播都会有出一些事情，一些影片不会出现的那个状况出现。后面有秀弟的照片，没错，这是那个我们同学帮我们画的，超厉害的。我觉得这幅画值大概800,000吧。你这很夸张哎。800,000差不多。大家喜欢看我们就是整人吗？大家觉得如何？前阵子我们就是比较没有方向的乱拍嘛，之前有阵子都没拍，然后最近我又开始拍整狗，然后大家觉得整狗，大家喜欢整狗吗？然后我们现在又多个那个姐弟二整嘛，大家喜欢看吗？还是大家喜欢看秀弟拍什么样的主题？对，喜欢看什么样的主题？秀弟的一天啊，其实我们可以分开拍那个啊，秀的一天，弟弟的一天。我是香港的粉丝哦，香港的粉丝。你好，跟我去香港。好，我们之后去香港玩。带兄弟去香港？不可能，人家回不来。画卖给我用1,000,000，不能用金钱衡量的。这应该是我们目前经营频道到现在收过最用心的礼物。是你的第一个画像，应该很多宠物频道，应该都有很多粉丝观众会画画给画他们鸡腿弟，不要再整姐姐了。可是这是我们的日常啊。其实他还没有在那个开 YouTube 的时候，他就整过我了。其实。在拍影片之前，我就很常玩这种东西。对，就玩一些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。只是我最近才开始拍影片，把它拍成影片。对，因为以前觉得这种东西出来可能比较容易会有争议。对，怕被人家那个。对，但是我都有在拿捏了。对，有吗？有吧，应该有吧。想看姐姐怎么地？有啊，目前已经有一部了。对，我必须要去想，我比较少 idea， 大家有没有什么 idea 给我？那个可以在 IG 私讯给我，不要给鸡腿看到。让秀弟打个招呼好吗？好，秀弟打招呼。嗨，大家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秀弟，我是弟弟，我是西哥，我是什么啊？你把秀哥，秀弟，你走过去，你要这样转，秀在睡觉，看到吗？有看到？好可爱哦。有时候在家里啊，突然看到西柚，我都快疯掉了，就好可爱哦、喔。那他有时候这样趴着都好可爱哦、喔。哇，这样摆正很好看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开运竹？开运竹就是放了就是会变有钱人这样，我要变有钱人。啊，大家想要看我们跟哪一个 YouTuber 宠物 YouTuber 合作吗？或是宠物圈以外也可以，主要就像皇阿玛，因为我们这个跟皇阿玛合作，那我们就是找同属性合作比较好，因为我们也是皇室兄弟的粉丝，我们是黄豆，我啦，我是黄豆啦。我也想跟黄先生他们合作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看跟芒果还有他的蹦蹦合作哦？那主人叫蹦蹦吗？蹦蹦？哎，不是芒果啊，连环炮啊。What？ 连环炮芒果啊？什么连环炮芒果？连环炮就叫连环炮芒果不是吗？连环炮就叫连环炮吧？连环炮芒果、啊？什么连环炮芒果？九九大大多多那个吗？连环炮他们家是卖芒果干的、啊。我现在评论叫连环炮芒果、啊。平常叫连环炮芒果吗？不是连环炮吗？连环炮有芒果啊，真的、啊，连环炮有芒果，真的很 low 哎、欸，还在那边怀疑。然后我记得它主人叫蹦蹦啊，九九大大多多的主人叫蹦蹦吗？对啊，那是
不然叫什么？不是吧？是那个发条吧？啊，芒果，一个韩国 YouTuber 啊，就是有上过那个九妹秀的，因为我记得连环炮有。零发条，对，零发条，对对对。发条啦，什么蹦蹦啊？好了，那秀弟弟要休息了。嗯，那我们再把秀弟弟抱过来，跟大家说晚安。记得按赞、分享、留言哦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然后推荐你的同学和朋友来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按赞。对。YouTube 频道、FB 粉丝团，帮我们按赞、留言。然后我们每个礼拜一、三、六晚上七点更新影片，所以大家记得持续追踪我们的频道，就有更多秀弟弟看。希尔的生日直播就成功，耶！六岁生日。Yeah. 好了，那感谢大家今天参加我们的直播啦，跟大家今天来看希尔的生日，拜拜，拜拜，懂懂，拜拜，大家拜拜。